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翠蜜金桔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这是被小鸟啄开的。来，大家看到它的汁了没有，像蜂蜜一样的浓，非常非常的浓，就这种，这就是翠蜜金桔。它的糖分有多高，这是被小鸟啄开的，就这样挤出来你都能闻到糖的味道，手都是黏的。它的汁还有它的皮可以融在一起，口感非常非常好，就是糖。看看，就是糖。左边，左左。大哥，你不太严，想到你，想到你不太严。走，放着回家。啊，还小的。什么叫做累瘫呢？就这种，我整个肩膀都受伤了。这个就是回农村种果园的必要的代价了，是吧？这是基础代价。因为我们本来想请人嘛，但是问了一下，6-7块钱一棵树，我们家有1100棵树，6000多块钱啊，所以我们两个还是自己辛苦吧。倾囊之父是吧？拜拜，明儿见。阿姐，过来，过来没？阿妈，忙忙啊。